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头场赛事5000/1800米嘅路程大热，系八，准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埋边粉红眼罩奇妙飞扬啊，中间缘分，出边红衫，紫色眼罩华美复星，外边两只啊东方繁华啦，外边粉红衫咧就总统之星啦，中间紫色衫咧走埋上去系龙城爱将嚟噶，咁啊大约跟住个内栏第六位啦，已经系赤之红心啦，第七位响外边八号嗰匹咧就缘分嚟噶，后多层嘅马啦，先见到马主星辉黄衫紫色眼罩内栏大约尾四度啦，红眼罩系一炮成名啊，后边三匹马胜出魅力。響尾三啊，尾二係金剛復星就黃毛啦，暫時天后係世紀智慧嚟嘅。好啦，過呢個1200米段柱啊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就係嗰只龍城愛將啊，拋離咗對手大約有個零身位到啦。第二位嘅馬係奇妙飛揚啊，第三位外邊咧就係總統之星啦，中檔第四紅衫係華美復星啊，第五位嘅馬仲係赤之紅心就橙衫嘅，再後邊嘅馬一鋪成名第六位紅眼罩，響佢外邊用咗東方繁華，進展尾五係金剛復星啊，響尾四咧咁啊仲。缘分啦，依家已经走三搭啦，外边黄毛六三尾三到啦，系胜出魅力啊！内栏世纪智慧褪咗落去爆尾，系嗰只马主胜费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600米段处，前面龙城爱将占先一个身位，总统之星第二位，外边走啦，赤子红心出咗去三位走嘅，埋边第四位粉红眼罩仲有奇妙飞扬啊，等入边嘅马仲有红眼罩六三嗰只咧，就一铺成名啦，慢慢攞出去咧就金刚复星啊，再外边嘅马先嘅东方繁华啦，大外档系缘分嘅，入正将直路。好啦，赤子红心喺中间占先，但系外边金刚复星三几嘅箭步已经系飙上嚟啦。再见到后多层啊嘛，世纪智慧进占第三，内栏嗰边仲喺一铺成名啊。外边上咗少少嘅东方繁华，接近终点，金刚复星将后边嘅对手远远抛甩，而先拔头筹啊，跑第二名噶嘛。世纪智慧赶过赤子红心啊，第四埋边一铺成名都有啲力弱噶啦，咁但系都好有机会系占先到终点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金刚复星睇埋呢个。莫雷拉呢只真係莫雷拉嘅跑法，前中段貼欄入彎攞定出去大外檔就數啦。七號嘅金剛復星啊，咁啊最後咧4.7倍啊，莫雷拉咁啊上次冇買贏，因為今晚啊先拔頭籌啦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係11號咧即係世紀之威啊希威森，咁啊第三名咧2號赤子紅心啦，薛恩第四咧啱埋1號啊呢只啦，一炮成名啊馬雅。咁啊，結果啊，隔咗一場金剛復星啊，再贏多 win 啊，咁啊，1800米都得啦。莫雷拉都發揮得相當好啊。咁其實今晚就先整一 win 先。係啦。咁啊，賽啊，走一走啦，咁啊都攞翻個位置，臨尾落飛啊，獨人位置咯。咁但係就未得啊，1000米啊，方家柏都仲要等等。反而蔡若翰就擴大佢嘅領先啊，喺個連馬師榜度。好啦，即刻睇翻第一場嘅巡邏影片先。起步咁啊，大家都算出得幾齊啦。留咗後邊嗰只馬咧，就大外檔嘅世紀之威嘅。咁呢一場咧步速都幾快嘅，所以後邊嗰啲馬咧都衝曬上嚟嘅。前邊就總統之星大外檔啦，中間橙眼罩就東方繁華啦，貼欄奇妙飛揚嘅，中間夾住華美復星同埋嗰只紫紫的色衫咧就龍城愛將嘅。五隻馬都好快喎，貼欄都好靚啦。薛恩呢個位赤子紅心啊，都係食虎位嚟嘅。中檔就寬頓啦，緣分嘅。後邊就馬主星輝貼欄一鋪成名啦，尾三。位置見到就勝出魅力嘅，尾二金剛復星包尾咧世紀之威。咁啊頭段咧都有四五隻馬搶上去噶，咁啊所以步速咧都比較快嘅。咁啊就前三段咧都快咗超過一秒噶，係落山嗰段咧就慢翻啲。咁啊點計咧都係加快步速嘅賽事嚟嘅。咁啊前面走快咗，咁啊加上總統之星又俾人頂喺外邊，咁啊所以有時或者有時步速之後翻嚟都散得幾快噶。咁啊華美復星啊跑啱嘅，佢啊先咬依位。不過步速快咧，又好似唔好就去跑咁啦。咁啊，田澤安喺邊啊？咁啊，依家喺三疊。咁啊，以為佢落山會走上去咧，佢又唔係一路定。咁啊，佢啊開始轉彎就走。佢一走咧，就莫雷拉就喺條欄嗰度移埋出去。咁啊，變咗一層推一層咁啊，就拱埋出去大檔啊，蝕威無數。咁啊，其實翻嚟騎落去就唔係好多。哇！莫雷拉又蝕個位真係靚啦。咁啊，早段啊一夜捐咗埋欄，依度啊揀賺出嚟。咁啊，一出咗嚟咧，騎落去只馬又好反應，咁啊都贏得幾清脆嘅。咁啊後邊嗰只細嘅智威咧就沿途黐欄，佢啊跟住莫雷拉一齊出嘅，咁啊大家都喺嗰度跑線嘅。咁啊結果啊莫雷拉帶埋依只馬上去咯，咁啊都入咗嚟嘅。咁啊赤子紅心，咁啊落山走一走，咁啊翻嚟咧就都唔算好多啦，始終都係咩個頂榜啊，咁啊跑落都叫有啲進步嘅。
分段時間，頭段13秒56，第二段22秒08，第三段24秒49，第四段24�秒97，末段24秒44。賽事完成時間1分49秒54。